591一刊登第一天，第二天那个召集就打电话给我们。哦，他说嘿，原本想要透过591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就打电话过来说做爱心房东啊，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的，对吧？然后去一些当房东的一些麻烦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说房客有什么问题，你可能还要去现场处理。对对对对对，到不好的房客的话，你的房租有时候都。常常对对对，要去催缴一些房租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。25号到期，他差不多16号就汇钱了。都很准时啊，每个月都很准时。很准时。他每年还有政府1万块的修缮。哦，1万块。对对，就是油漆黑掉什么。自己实报实销吗？对对对。那你们不会觉得这样三房租这样太便宜？我想说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是做爱心啦，没关系，就是。对，有个爱心。是你觉得很划算，因为就是有人帮你管理這樣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很高兴啊，可以小孩做几块蛋，响应政府。对，最主要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不错的。对，出去在马路上走路就有后了。